我看看。哇，我大概知道设定怎么按的，所以我最多有九个空间可以放，然后 Z 是一嘛，X 是二，三就是，哦，所以三是那个瞬移装备啦。把这个拆掉好，不然我手残按下去，我不想再手残啦。好，我不想手残，所以啊，这个东西真的很讨厌。这应该是这个游戏最讨厌的怪吧？也许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我怎么捡起来？你走开啦！哦，要蹲下来啊！那刚刚那啥？拿着什么？这只乌鸦怎么那么讨厌啊，烦死了。那我大概知道接下来怎么控制了，不过听说可以睡觉，我不知道怎么用啊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尼玛，这是记录的啊！哈哈哈哈，这是记录的啊！这是记录的。这是啥？哦，这是休息的。这是休息的。好，这是休息的。打爆你吧！哎，是我那个东西效果。那怎么钱有些没拿到？上面东西。我要怎么上去啊？嗯，好吧。他可以开地图吗？好像 OK 呢。什么？这可以记录？天哪！我为什么一开始没注意到呢？啊啊！哈哈！这游戏包搞有点丧心病狂。然后抓住乌鸦，冲过去！我跳起来了，打下去让他死了。好，神奇的一下就把他打死了。你也是。这个变态玩意，你也是啊！我讨厌这个变态玩意。这坨啊，像什么？像穿山？我当你知道吗？我你们知道吗？我刚刚，不是刚刚啊！我一开始玩的时候，我用的是穿山甲，就这不是啊！这东西根本不和谐。我呀！哎呀！变态呀、啊！你强奸我！你强奸我！这什么？这游戏这实在不和谐！天啊，这游戏真的不和谐！他强奸我！太变态啊！太变态！这些变态怪，这些怪物实在有点变态啊！天啊，这些怪真的很变态啊！哎，不能下去啊！好吧，我这边可以下去吗？看来不行啊！哎呀！我闪呐、啊！我闪呐、啊！太暗了，我看不到。好吧，被搞到剩17滴啦！这些变态，他们实在太变态了。お姉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。哦，这边可以回血。OK。嗯。お姉。そう。休息好像刚刚右边有东西、啊，好吧，不过总会累个啊。也许在切换场景
疼你在毒吃，所以又是这气，这。走开！Oh yeah, off, holy, 有够多敌人呐、啊！我捡到什么？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柿子，体力回复加20。好，那我先用柿子。那刚刚还捡到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。啊！走开！我觉得那个死掉的声音听起来像那个林克吧，那个林克游戏里面的那个死怪物死掉声音，不然就是一模一样了。我不确定了。休息一天吧，这样子、啊。哦耶，早上啊！那好，我在。哎呀！奇怪了，刚刚不是没乌鸦啊？对，还是早上没有，这早上没有乌鸦那个东西。不过这个乌鸦好像没长东西，行了，你不要用脑袋告状我，你走开，你这个奇怪的东西。我最讨厌这个东西啊！不是，这个东西是我这个游戏一开始玩最讨厌的一个。哎，奇怪，我不是睡觉了吗？为什么还是晚上呢？这个就不和谐啊！不是不和谐啊，这个有点奇怪啊！我刚刚不是休息了吗？有谁可以来跟我解释这个是什么回事啊？お姉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。哦，小心有变态袭击我！尼玛，这是什么？我怎么刚刚没看到？他躲在这个草里面，这太可怕了。这个 AI 智商还挺高的，真的。哎呀！这边有一只，哎呀，这是不会。滚啊！哎，这只蝙蝠有点 OP 呀、啊！我就差你这被他玩死的。嗯，好吧，我补品也带不多了，剩下最后一个补品。等一下，我要快被他煎死！哎，爆32滴，挺高的。我这边小心过去。我这边一只，我知道。Fuck！ 我下不去，太高了。这是什么回事啊？你这……哎，我要死掉了！哎，我没死啊！我零滴血啊，我还没死啊。我就知道这是敌人，看你这么和谐啊。好啦，拿到一个游戏中第一个宝箱啊，终于游戏中第一个宝箱。虽然我重复说了很多次，这真的是有游这个游戏中第一个宝箱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在想这个游戏是不是有东西可以增加跳跃力？目前是不是过度疲劳状态？没有体力都没了，也许吧。嗯，我想可能是的。我说好控制还是有点不太习惯，好吧。
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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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！为什么偏偏就来这个？我不打，大哥我不打。老虎滚回去，滚回去！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啊，差不多了。看一下疲劳很大的问题。好吧，那好。这是哪一篇呢？那本就到此一段落了。那感谢大家收看呢，也许吧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